就是我刚才一直说的特别的人物，我们从集团总部调来的白副主编。哎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为什么要躲着？你怕见人吗？怕见生人。把这个摄影棚里的东西拿过去，副主编也来拿东西啊！我来看看。有人吗？哦，是，怎么了？不是我关的，我刚进来的时候还是开着的这个门。今天仓库要维修，断了电源，只能等别人来了。我天哪！你是不是有幽闭恐惧症啊？分散注意力会感觉好一些，可以让您忘掉恐惧。现在感觉好些了吗？小孩应该都是兴奋的，小气球呢？哦，气球呢？气球，我跟慧珍姐说了，她马上就到。再催她，来来来来来，快点拿上去！你们再去给小朋友买两个棒棒糖。哎哎，鞋，好吗？鞋也穿鞋上去的。快去快去！你怎么穿着鞋就上去了？不能穿鞋的吗？你到底有没有专业常识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慧珍，摄影棚上这个白线以上，通通都要换鞋的。我下次记住了，我不会再踩着鞋上来了。对不起啊。你说你这左脚是怎么长的呀？每次穿袜子都是左脚先破。副主编，抱歉，他是新人，怪我没跟他交代清楚，他自己不知道这个规矩的。对不起啊。还好你不是正式员工，否则我非炒了你不可。这里不需要你，你先出去吧。到时候慧珍啊，休息一下，你去给小朋友买棒棒糖啊，去吧。白浩宇，他竟然对你这么凶！你都不知道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一点面子都不给我。我这是第一次参加杂志拍片，我怎么知道那个布景上不能站人呢？可是他看起来不像是会这么凶的人。他完全就是人生两面人啊，两面人。两面人。他今天在仓库的时候，对我又有礼貌又体贴，还给我放音乐。
还问我是不是有幽闭恐惧症，然后一到工作他就变成了冷漠。那你要是老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，会不会真疯了？